見到希望。其實是不是你們對於爭取民主中國是沒有概念呢？有概念，但是沒有希望咯。成件事一嚟我唔覺得有責任啦，二嚟就算覺得是責任啦，純粹單純分析一下個可能性，我都唔係太見到個可能咯。但你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噶嘛？我唔認同噶。嚇、啊？我認同啊嚇。我冇問題，我好尊重，但係我唔認同咯。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，其實你自己嗰個身份認同係在於啲咩？你意思係我覺得自己係即係你覺得你自己係咩人咧？我覺得係香港人啦。嗯。因為有些意見咧，就話即係其實覺得我哋是香港人，咁嗰啲係佢哋內地人嘅事嘅，咁我哋自己鄰國嘅事，咁我哋香港自己嘅民主進程，其實我都好似有啲無力感啦，咁啊更加唔好話去幫佢哋咧。其實係咪有啲咁嘅感覺咧？我唔可以話呢件事咧同即係佢係鄰國嘅事，但我唔可以話佢同香港一啲關係都冇。至少喺嗰陣時喺香港，即係香港人嘅參與程度，佢令六四呢件事咧喺。對我香港有一個特殊的地位，我會同意。咁但係問題就是我唯一睇六四俾我嘅價值就係佢係一個歷史事件，有一個提醒咧，即係有個借古鑑今嘅作用。其次就我唔會有一個連係話我有責任，我即係要為到我嘅所謂同胞啦，咁去做一啲嘢咁樣，我唔敢覺得咯，就係、是。